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没有看到我手上拿了一个什么呀？像不像一只蝴蝶呀？飞来飞去的蝴蝶呀？这次呢，我们就来一起学习怎么做一个蝴蝶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将这张纸呢进行对折。然后给它打开，再这样折，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这样子折成一个三角形，然后这边呢我们向上折，这边也是，然后下面的这个三角呢，我们把它向上折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给它翻过来，往上面对折，再打开。一个蝴蝶就做好了，是不是超级简单呀？你学会了吗？我们一起来做蝴蝶吧。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